比利时，这边是比利时的市政，别动，市政厅，市政厅。然后呢？然后说这边很多以前是工会，嗯，养鸽工会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后面的这一栋是市政厅。这上面被奥地利统一，迎接奥地利人来这边开会的地方，变一个新馆。公司很好的形式，这个起码要像骑士之家的。率领所有的老百姓。哦。哎呀，我不要戴帽子。你的脸都黑掉了。对，我不要戴帽子。那你把我帽子拿起来。有。可是很热。它是事实上英文叫 interweb， 就是禁止武器携带进来的意思。这边是港口，那这是什么？市政厅。市政厅。然后那边的那个教堂，教堂的。嗯。教堂看不到。现在这样看不到。嗯。有没有拍那个啊，老公？有，教堂看得到。嗯。拍到了没？好，好，教堂来，来。继续讲，这是什么教堂？大教什么大教堂？比利时大教堂。比利时什么大教堂？是什么教堂？有教堂吗？还是比利时市政厅？他一直问我教堂，有什么大教堂？通称的，通称。通称教堂。通称教堂，对对。对啊，对啊。通称教堂，三角。可是大教堂的前面，正大教堂。继续说，然后呢？他定。然后他好像每十分钟敲的敲钟一次，所以我们已经听到三四次了。那。